这么大事，李小龙竟然要在我们表演的场地摆场子！李小龙也要去表演吗？是的，我刚从组委会回来，是秘书告诉我的。机会来了，我要让西雅图认识我，我要让这个狂妄的小子在众人面前爬不起来。你是说我们要向他挑战吗？这能算挑战吗？你等着看这场好戏就是了。你们要认识西雅图英雄了，有实力的征服不世界第一，前面的文明将在你们面前展现，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哎，来吧！这么偏僻的角落，哎呀，不要再抱怨了。要不是琳达帮我们跑，还有徐大姐帮我们申请的话，我们连这个角落也没有。来吧，继续。我们散发了那么多的传单，也没有多少人来。不行，这地方太偏僻了，我再找些参观的人过来。听这位朋友说话，我就知道这位朋友一定练过武，打过6年的职业拳赛，是吗？当过8年的特种兵，想过过招吗？太好了，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和别人过过招了，请这位朋友上台来吧，请吧。中国功夫 ，great， 按这上面的地址去报
报名，就能成为李小龙国术馆的学员了，由李小龙亲自教授。太棒了！快给我一份。先生，帮我看一下，谢了。是谁？报上名来。山本刚夫。等你好久了，你终于出城了。这是个不错的机会。李小龙，你怎么打都行。我听说你很狂。你说过在西雅图没有你的对手，是吗？没错，我这样说过。那么，我想让你看看我是怎样教训你这个狂妄的中国小子的。好，来吧。是这一代空手道的高手了，在这儿使出这样的手段，你是不是有失身份呢？我就是要在这里教训教训这个狂妄的小子。这不是比赛，如果你真想较量的话，那你是不是也该先下个挑战书才对呀？你是什么人？我是个卖药的。哼，一个卖药的。李小龙，大概明白了什么叫大日本的空手道。西雅图没有你的地盘。没有。小龙，小龙，你为什么阻止我？你是找人的还是报名的？这里是李小龙国术馆吗？啊，是的。在哪交钱？哦，就在这里。你是来报名的吗？对，我就是想弄明白这个叫武术的东西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好吧。哇，阿罗耶，是你吗？是我们李小龙救的大美人。你好，你好。你好啊，你看看你现在越来越漂亮了。谢谢。那好，我帮你搬把椅子啊。好。
谢谢。哎，来啦，请坐。怎么样，你们两个？啊，挺好的。有什么需要说一声。谢谢，小龙，还要点什么？啊，好了，我到后厨看看。怎么了？啊，一个人喝闷酒，也不吃菜，啊，也不跟我说话，到底怎么了？我生气。今天要不是你阻止我，我一定可以把他打倒。不可能。为什么？难道你看不出来吗？山本刚夫，他是一名名副其实的空手道高手，他脚下的功夫和他的抗击力，一般人是没法跟他相比的。哼，我就不相信。小龙啊，我知道你今天输了这场比武，心里不服啊。你在这个年龄段里头无疑已经是高手了，可是你想想，在那些三四十岁年富力强的专业武士面前，难道也没有一个人是你的对手吗？应该没有。哼，小龙啊，我这段时间没在你的身边，可是我订了西雅图的报纸，我一直在注意你的消息。那些卖报纸的报商们，为了多卖报纸，什么样的谎话都敢往上写。你心里应该明白，你明明只打败了一个三段的空手道武士木村，可他们怎么吹呢？说你在西雅图已经找不到比武的对手了，这是事实吗？啊，小龙啊，天外有天，你可不能因为这个而骄傲啊。少博，你这次来西雅图就是为了教训我吗？当然不是为这个来了。你知道我每年的西雅图文化日，我都会赶到这儿来看看。我现在的家境，为了卖点中药，我不得不四处奔波呀。虽然我现在不参与武林之事，可是你知道吗？对武林中发生的这些事，我是很关注的。真没办法，一朝学武，终身难忘啊。但是小龙啊，你可得记住了啊，只靠一身好武艺想在美国站住脚，不是那么容易的。少博，你看着吧，总有一天我不把山本刚夫打倒，我李小龙誓不为人。我相信，我完全相信你做得到，但不是在今天，更不是现在。小龙啊，今天有多悬呢？啊，要不是我及时拦住你，轻则你会受伤，重则你的生命就有危险了。小子，我告诉你，你这么多年的武术就算是白练了。小龙啊，做事情不能偏激，尤其是习武之人，咱们要做到外圆内方啊。喂，什么意思？哼，你是学哲学的，中国的哲学是最讲究外圆内方的。对外我们要谦虚收敛柔和，把自己的棱角给藏起来。对内，对自己我们要刚强，要保持棱角，要自强不息。小龙，你可要记住，有劲儿要往内使，我们对外要收敛，不可过激，太过激了会给自己惹麻烦的。这是虚伪，中国式的虚伪。凯恩教授说过，这就叫做中国式的虚伪，心里想的什么不往外说，对谁都笑呵呵，
心里却想着恶招，对不对？我告诉你，这种虚伪不仅对中国人管用，对世界上任何一种人，白人、黑人、黄种人，都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办法。我让你这么做，不是让你做个圆滑虚伪的人，我是希望你能够真正的变成一个有涵养、能够做大事的人。小罗，你可给我听好了，你现在的首要任务不是去跟山本刚夫去争高低，而是让他现在占上风啊！对你来讲你是安全的，你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好好读书，好好练武，迅速提高自己。你一定要改掉之前在香港的时候那种小孩子的脾气。这口气我不能就这样咽下去。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想你不会不知道卧薪尝胆的故事吧。我告诉你，任何事情都不能操之过急啊。今天我们就喝他个痛快，来，为山本大师举上。我还以为李小龙有多大本事呢，哼，原来他的花拳绣腿一碰到我们的山本大师简直就是不堪一击，连还手的能力都没有。要不是卖药的老头，那李小龙现在一定在医院里躺着呢。哼，往后李小龙再也别想在西雅图称雄了。西雅图本来就是我们空手道的天下。这个李小龙身手倒是很矫健，他练的那个什么拳法倒是很有观赏性了。中国是出孙子兵法的地方，中国人善于玩兵不厌诈的游戏，我担心他今天输掉了，也许是因为他还不适应和我交手，也许是为了探我的虚实。我感到李小龙出拳非常的凶狠，非常的有力，可不能把李小龙说得一无是处啊。往后你们不要放松训练，我相信李小龙不会甘心失败的。嗨嗨，山本大师，我们也不必介意李小龙这个无名之辈，他想推行他的中国功夫，就让他做我们空手道的陪衬吧，这样更能显示出我们空手道的博大精深。另外我想啊，李小龙想办什么中国武馆，我们就暗中派些人去多做些了解，看看他到底练什么功夫。你的想法倒是可以考虑，中国的兵法上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你们去摸摸他的底细我并不反对，可那是你们的事。木村，这些天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魔鬼在纠缠，这个魔鬼是山本刚夫吧？是啊，山本刚夫在美国在日本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武士，他很注重修炼自己的武功，他在美国很多地方都办过武馆，但主要是教授学生，很少和别人交手。我就不明白他的底盘为什么扎得那么稳。这也许是和那个铁人有关。铁人什么意思？我也只是听说没亲眼见过，我听他的学员说山本刚夫每天要击打一个比真人大一倍的生铁铸造的铁人。竟然还有这样练功的人，好，我要再会会这个山本刚夫。小龙，你不要再惹事了。
山本刚夫这次来也许不是为了打败你，他来西雅图的目的是为了占领这里所有地盘。我不管这些，我必须去找他，我会让他站不稳的。我说过，在西雅图没有我的对手，就是没有，不管是谁，我都要打败他。小龙，这可不是赌气的事情，你不要再去找他了，他已经打败你了，就不会再来找你的麻烦。我去找他，我就不信。不，你不要再去了。木村，我说过了，我不说我是第一，但是我绝对不承认我是第二。我要再会会这个山本刚夫，跟他较量较量，把他打倒。小龙，你千万不要再去找他了。太野蛮了，干嘛用脚踹门？山本刚夫呢？叫他出来。你想干嘛？找他练练。你不怕死吗？怕就不来了。李小龙，你用这种方式闯进我的武馆，太可耻了。你要是有种，就不该让你的看门狗堵着门不让我进。你想干什么？和你切磋呀。你又想和我挑战吗？可以这样理解。你还想和我挑战？是切磋。你换了一个温柔的词。既然你看到了我是怎样练功的，那好吧。你要想取得和我挑战的资格，你必须先去和他挑战。在侮辱我！你要是把他打倒，我可以和你切磋；要是你连这个不会说话的武士都撼动不了，你就乖乖的给我滚出去。你说话算数？习武之人没有说话不算数的。中国小子，明白了吧？你只不过是在香港那个弹丸之地打出点名声，在西雅图也不过剩了一个三段的木村，你就敢吹牛？什么？你在西雅图没有对手？你连一个不会说话的武士都打不倒？来，用你的寸拳试试。
小龙，好好读你的大学去吧，以后别在我的面前练什么武了。你想在武林混，就离开西雅图，这里没你的地盘。我不想再看到像今天这样的事情发生，知道吗？小龙，你去了，见了山本刚夫。是，我在这里跟木头较劲，人家却是在跟铁人较劲。我的拳路变了，我要创造自己的功夫。小龙，你不能这样较劲了，这样下去会出大麻烦的。你听见了没有？我说换铁的，至少要和山本刚夫的一样大。去。小龙，你毕竟不是一个专业的武士，我投到你的门下也是因为你的头脑，你的拳术超越了一般的武士，是蛮力习武的人终将是个武夫，那是成不了武术家的。我希望你能听我的，不要去和某个人较劲。你告诉过我，凯恩教授说了，你的对手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是你自己。小龙，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武术家。你不要为一时一事的成败而生气。你刚刚不是说了吗？你要改变拳术的路子，非常好。与其和山本刚夫较劲，不如我们好好的和凯恩教授一起坐下来商量商量，一起闯出一条新的武术路子。我现在先要雪耻，我要先把山本刚夫打倒。好吧，我去给你定做一个铁的木人桌。
布鲁斯，你在干什么？他疯了。什么时候你改练举重了？这个是我锻炼肌肉的辅助练习。琳达，现在只有你能劝说小龙了。他整日不停地加大肌肉的锻炼，这样下去，我担心他的身体。你是学医的，你说，这样超强度的训练，会对他的身体产生多大的害处？你看看，先做300个俯卧撑，然后击打铁质的木人桩。完了以后还要举起200多斤的杠铃站桩。哎，真是没办法。什么没办法？你看，我现在已经明显觉得自己的肌肉充满了力量，腰上、胯上，甚至全身的肌肉都充满了力度。那个山本刚夫我已经琢磨透了，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无非他是成年累月超强度锻炼肌肉，所以他的抗打能力特别强。一是不怕打，二呢是扎得稳。这就是山本刚夫的全部秘密。只要是我的肌肉力量锻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只要一记寸拳就能把他打倒在我的面前。你说完了？怎么？听着，小龙，我不需要一个使蛮力的你，我需要你健康。你不应该为了战胜山本刚夫，这样糟蹋你自己的身体。短时间超强度的训练是要出问题的，你是在毁坏你的身体，你知道吗？琳达，你知道什么是最伤害我的吗？就是羞辱。山本刚夫他羞辱我，他瞧不起我，我一定要让他老老实实的拜倒在我的面前。好吧，就算你能打败山本刚夫，你能打败所有的人吗？要知道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大了，这个世界上学习武术的、学习拳击的、空手道、跆拳道、柔术、泰拳的多了，你难道全部都能打倒他们？就算你一天打倒一个，你这一辈子什么都不干你也打不完呢。小龙啊，琳达说得非常对，你看你这些日子也是有点走火入魔了，学员的事你也不管了，课程你也不好好教了，这样下去你是要出问题的。走吧，你现在一定还没有吃饭，我请你好好吃顿饭好吗？记住，你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人了，你有你的武馆，有你的朋友，你还有我，知道吗？我不希望你有什么麻烦。去吧，小龙，琳达可是最关心你的，你连琳达的话都不听了。你别啰嗦。我李小龙，又是你，不欢迎我吗？太野蛮了，看来上次没有好好教训你，你是不是不舒服？简直是个无赖！我没有打算来偷看你练功，我只是来下战书。你没这个资格。我有啊。你要通过正规的武术机构，我不想打死你，惹出法律上的麻烦。那按照武术上的行规不就行了吗？你欠揍！哼，我就等着你说出这句话。哼，嗯。来吧。
小龙。布鲁斯。小龙怎么不在？那他会去哪儿呢？他会不会去学校上课呢？不，我刚才去学校找过了，他不在那儿。糟了，肯定他又去找山本刚夫了。他不要命了吗？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去找山本刚夫？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这就是小龙的脾气。走，我们去找他。我觉得山本先生，你去李小龙的武馆兴师问罪没有这个必要。李小龙的武馆门口是挂出了蔑视武术界的牌子，但是我知道李小龙的目的是为了创立自己的拳术。不管怎么说，他只是对我们美国武术界的蔑视。我也劝过李小龙，但他已经把木牌挂出去了。我觉得这件事是他做的太浅考虑，可让他这么接下牌子，恐怕他的面子也过不去。等到了那里，李小龙他就会乖乖的摘下了。对，是该让这个狂妄的中国小子知道知道。好了好了，目中无人。我看还是不去的好。一是，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二是，他也不是等闲之辈。哼，我就不信他有多大本事，因为李小龙曾经被我打得东倒西歪，毫无还手之力。不管你信不信，几个月前我和他打成了平手，你自己掂量掂量吧。依我看，教训教训李小龙也未尝不可。我可以举办一个正式的比武大会，让更多的人看到布鲁斯利是怎样败在山本先生的脚下。这样的狂徒就得有像山本先生这样的大师来教训他。放心吧，山田先生，我会为你挽回面子的。什么叫做中心线呢？现在跟大家说一说，木村你帮我一下。中心线就是我们身体拳脚出击的中心线。来，木村你打我一拳。你看，我跟他总是中心线的位置。再来一下。在防守的时候不能偏离。你先回去。格斗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对方，你光去防守，对方是不会倒下的。我的武学理论重点就是在防守的同时发起攻击，这样才可以把被动变为主动。明白了吗？明白了。布莱尔，你出来一下。大家看我跟布莱尔是怎样练习防守攻击的。布莱尔，你来打我。他进攻的时候我在防守，我防守的同时也是在进攻。好，再来。看到没有？大家都明白了吧？在我防守的同时我也可以进攻，这就叫防守攻击。好，接下来我教大家怎样练习木人桩。哎，师傅，你每次练木人桩老让我眼花缭乱的。这样吧，你今天啊先给大家表演一下好不好？大家说好不好？好。不用不用，你们先回去吧。
小龙，慢点。你们先回去吧。好了，大家先回去。也许是扭了腰，你帮我揉揉吧。哎呀，轻点儿。你看小龙疼的。怎么样？啊，小龙，好点了吗？我没事。哦，我来试试行吗？没事，放心吧，让我试试。如果不行的话，再去医院。你不愧是学医的，还真有两下子，感觉好多了。能有效果，我很高兴。真的好多了。你为什么在门口贴上三步？你的拳术水平已经够高了，招收的学员也不算少。我开武馆的目的不是为了挣钱，我是想通过和高手切磋来创立新的拳术。创立新的拳术？你觉得这对你很有意义吗？琳达，你要理解我，我这一生的价值都是为了创立新的拳术，仅此而已。可以这么说吧，你知道我为什么会伤到背部吗？咏春拳的发力不同于别的武术，其他的武术是要从腰部、背部、臂膀发力，而咏春拳是直接从背部发力，所以说它的速度更快，爆发力也比其他的武术更强。我主要是练得太多了，肌肉太疲劳了，所以才伤到了背部。你放心吧，我以后会注意的。你除了铁一样的肌肉就没别的了。可现在他受伤了，帮我再按一下。好的，谢谢。硬汉注意，我在发力。嗯，你们在出拳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脚下的攻击，因为上下奇功是最难防守的。听见了没有？听见了。上下奇功是最难防守的。你们干什么？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来了，山本先生。大师登门，定有见教。我只想领教一下你的拳术。我也一直想请教大师，今天大师主动登门，我求之不得。那就来吧。哎，等等，我有一个请求。请讲。我们俩切磋以后，大师可以教我空手道吗？什么切磋？你早已经是我手下败将，我今天来只是想教训你。我想让你知道，在美国没有你李小龙的地盘，你不能这样张狂。张狂不张狂，等我们交完手了以后再说。今天我要当着你的学员面前，和我的学员面前，还有山本先生以及山田正雄先生面前说清楚一件事情。请讲。如果今天比赛你输了的话，你要做我的教练，我也会教你咏春拳和别的拳法。你教我？只要你赢了，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来吧。好，来吧。
师得罪了。哎，山本先生，您答应我的事情，我希望您能够履行诺言。过两天，我会登门拜访。爹，请再把牌子挂上去。好的。先生，我现在只好请你出山了。我们的刚夫可是很不一般，怎么你真的没打几个回合就输了？我从李小龙的招式中隐约看到有菲律宾拳的影子，我怀疑他得到了伊诺山度的指点。伊诺山都？是的。我和伊诺山都交过手，他的拳术我是记忆犹新。伊诺山都他除了招数多变，出拳的速度也是令人吃惊。可是我知道伊诺山都的拳不如你厉害。是啊，我也觉得奇怪。空手道讲究的是进攻是进攻，防守是防守，李小龙的拳术防守和进攻融为一体，让你根本看不出来他是在防守还是在进攻。我甚至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拳法，有菲律宾拳可也不完全是菲律宾拳。总之，李小龙的拳路让我有力没处使，他变化多端的出拳和极其快速的攻法让我的判断出了问题，尤其是最后一拳，太快太狠。李小龙的拳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出拳的力度比以前大了不知多少倍，速度快得让我难以招架。大师好。山本大师，刚才李小龙来电话说他明天要来，还要和您比武，他强调是请教，但是我怀疑他的诚意。可据我所知，中国拳师从不向其他门派传授功夫。不过我还真是想学学他那记重拳。艾迪帕克大师，李小龙向我请教空手道，我该怎么教他呢？伊诺教授，明天我要到山本武馆想和山本刚夫大师交流拳技，您觉得我应该先从哪一方面向他请教呢？小龙啊，我觉得你最好有个思想准备，无论从哪方面请教他都未必教你绝招。现在你是美国武术界的一个威胁，没有人希望你能超过自己。我想我还是以诚相待，把我的拳术全部交给他。你知道武术之所以发展得这么慢，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交流，只有相互交流才能有利于向前发展。我就是要开这个先河，如果我们可以相互交流，我想我的水平会大大提高，我的武术理念会很快成型。希望他能够接受你的这份诚意吧。我想会的。李小龙先生，我想知道你是用什么拳法把我击倒的。因为在你的心里面
有我的一双眼睛。我不明白。你几次把我击倒，我也一直在研究。你出拳的力量大，出拳凶狠。所以，首先我要清楚你每一次出拳的意图。所以，我就把我的眼睛放在了你的心里面。我不想听你这些云里雾里的话。你要是有诚意和我交流，那你就告诉我，你是用什么拳法把我击倒的。好吧，山本先生，你看着，我就用这个。这是日子冲拳。日子冲拳？没错，日子冲拳。在防守的同时，可以直接的出拳进攻。他出拳的速度快，每次出拳都注重击打对方的中心线，这样往往能够奏效。日子冲拳集中全身的力量，把力量集中在一点，所以速度非常的快。同时，在两个人接近的一瞬间，形成巨大的爆发力。这样吧，山本先生，你也该把你的绝招亮出来了吧，让我见识见识。好吧，跟我到楼上来吧。谢谢。我们上去。好的。哎，你向我进攻吧。来，这样。你真聪明啊，你掌握了日子冲拳。李小龙说的很有道理，拳手之间要多多交流，才能够提高自己的拳术。日子冲拳正好弥补了空手道的不利进展的不足，到时候你用上这招，让他防不胜防。李小龙非常坦诚，他好像并没有防备我们。坦诚不坦诚，明天我跟他交过手，就都知道了。明天你一定把你的徒弟们都叫过来。有这个必要吗？别忘了，现在已经有人宣称李小龙是不可战胜的了。我一定得把这个传言给他颠倒过来。今天，李小龙国术馆馆主李小龙和艾迪帕克大师切磋拳术。李小龙公开宣称，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向他挑战，他都奉陪。此人狂妄至极，但是功夫怎么样，还要见识一下他和艾迪帕克大师的较量。师傅，请。先回去吧，金喜。好，加油，师傅。想见识一下你的拳术。那好。这是李小龙国术馆的馆主李小龙先生，
这是空手道大师艾迪帕克。艾迪帕克先生什么时候到的西雅图？我久闻您的大名，今天见到您我深感荣幸。我听说你眼睛里已经没有任何人了，还听说你挂出了什么招牌，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和你比武你都会奉陪，所以说我就没有跟你打招呼，就来跟你切磋切磋。我想这不算冒昧吧？对，我是挂出了这样的牌子，无论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我都奉陪。来吧。很好，大师，有机会跟您切磋我非常高兴，但是当着这么多人有些不妥吧？啊，这些都是我的徒弟，谁胜谁负无关紧要。来吧。嗯。不行，布鲁斯，不要和他比武，求你了。放心吧，没事的。我觉得他们不怀好意，布鲁斯。嗯。木村，哎，教授，小龙在不在？小龙不在，您怎么有空来了？我有种预感，小龙可能有麻烦。您指的是？詹姆斯跟我说，艾迪帕克到西雅图来了，就住在山本刚夫那儿。他和山本刚夫是好朋友，山本刚夫输了，他是不会袖手旁观的，而且他是个很有智慧的人。既然艾迪帕克来到了西雅图，而且就住在山本武馆，那小龙几次到山本刚夫那儿去切磋，也没听他回来说见过艾迪帕克呀。哦，哎，这就是我所担心的。教授，这个艾迪帕克极有心术，他总是摸清了对手的弱点之后再去交手，所以每战必胜。他在武术界被称为百胜王。教授，我们现在就去山本武馆。不料我们去山本武馆。是吧？你还好吗？布鲁斯，布鲁斯，站得重吗？究竟发生了什么？小龙，你们为什么伤我师父？木村，别这样。
我都瞧不起我自己，真的瞧不起，我是个小人，不是吗？我偷了他的招法去攻击他，我太卑鄙了。没想到李小龙教我的就是他拿手的绝招。是啊，他是不防备对手的人，他对我太真诚了，他真是太真诚了。你能把自己的绝招交给对手？反正我不能。可是李小龙他却把自己的绝招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对手，这么一来你我全变成小人了。在李小龙的面前我们都是小人。我战胜过无数的对手，取胜后我都感觉无比自豪。可是这次我输得很惨，我从精神上彻底地输给了李小龙。我感到很耻辱，非常耻辱。别说了，都过去了。我伤了他，现在他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也恢复不了元气了。他去不了国术馆了，可国术馆要是没有他就完了。小龙此次受伤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他需要很长时间休养，也许小龙的名声也会受损，学员肯定会减少。是啊，真没想到小龙这样真诚地对待他们却遭到了暗算。武林本来应该讲义气的，可是有几个真正讲义气的人呢？我最担心的是小龙他放弃创立新拳的信念。我把一切希望都放在了小龙新的拳术上，如果他放弃了自己的信念，他完了，我也就什么都完了。我们应该去找艾迪帕克，去找山本刚夫，给布鲁斯报仇。好了，教授，我们喝酒。